站！不。老实讲，吴天成是真正足听话的。我若是有法度，会当私底下甲伊接触，甲伊爱查某囝的心抓好掉。不得卡，我阁有赢的机会。姐啊，什么代志？外口告的姊妹啊，讲有可疑的人出现伫个附近，可能是警察。警察。进来，把物件先清清的，所有证据莫留落来，去咱其他的所在。是。进来，警察来啊！是啊，咱紧走。啊，这个嘞，这个查某要安怎？啊，两位姐啊！不啊，两位女生啊！您今麦是要啥物检查着？那安尼恁拖我伫身躯边足无方便的呢。啊，而且我电脑甲恁拖累，不如恁就放我走，啊，恁安全较要紧哈。啊，我拜托啦，恁放我走啦！我甲恁讲，我是足好样的，我较早是天神的当属，我会当付恁足侪钱啊。搁再讲，我是恁大姐头的大姐呢。哦，伊虽然讲今麦是咧甲我结起啦，啊，不过伊还是足爱我，阮今麦感情偌好诶。我若是真正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我看你就惨啊！我看吼，我也是去家己啊问一下好啊吼。哎，紧嘞，把所有看见用过物件紧收收的，到下早来就毁掉。阿七，警察来了对无？哪能已经放我走？无，恁把我带恁身躯边躲走嘛无方便，不就不如放我走啊？你讲得无唔对，确实是无方便。甲你载的是负担，要归去啊，甲你处理掉好。不，安琪，我一条话，而且我袂当互警察抓到。安尼，我才会当想办法替你转去五角做你的千金。好，我做千金。啊，唔过你敢有这个材料？你若真正有这个材料，你想到到今嘛，搁再饲惨落去。安琪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啊，你若是帮我一条话咯吼，我一定会保你一世人大富大贵。啊，唔过我感觉甲你处理掉，互警方替你收尸，敢那嘛是袂歹。无，安琪袂用的，你帮我走了那个红兵。安琪，警察已经到外口啊。警察在外口啊。是。小薇，跟警察出去，分散警察注意力，争取咱多少时间。是。无喏，安琪，安琪，收尾，警察到，紧嘞，安琪，紧嘞。问题是都有问题，受过安全啊。照你讲，这也是救红帮重要的据点，安尼哦，外口应该有人在看头。啊，不过伊唔那无人顾，而且即马已经大军压境，兵力上下，内面竟然拢无动静，愈想愈奇怪。根本是内底的人早就拢都走去啊，这嘛是有可能。不过上个重要的是啊，我今日有布下陷阱。陷阱？总共一句，大家拢爱说你，向着不准受伤，有听下无？是。刘秀英，那是刘秀英。啊，我是不。
走。你带人靠你后边，把路走起来。不管是张小英还是安琪，都免让伊走。是，来，你带我来去。行。小心点，来。出去买，哦，是。有人在无？有人。真正无人在嘞。我家里都无人在嘞哦。那呢，我们入来啊。张小姐啊，难过见面啦哦，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高等的呀，哎呀，好可惜的救援呢，我好安静呀，然后了来只鬼啊工啊，伊一直甲我哭，都一直甲我怕呢，啊，伊一直爱我哦，啊，警察对高等上不利的证据，啊，那无伊都一直跑。拄则搁甲我杀出去动真钱呢，好佳哉有高当你伫，高当，你是正义的化身，你来救我对吧？这是当然，你遮尔啊可怜，我当然爱救你。而且我连车都甲你准备好，怎你外口等你呢？遮尔好？对啊，修车，国语叫做囚车。啊！哈，我爱晕车，安尼我来等啊。哦，出来啦！妈，孤单的，我是受害者呀！我是要创啥？我是清白，我今嘛是甲你同款哦，拢经金盆洗手啊。安尼哦，哦，真好，安尼我应该吼，哎，送你一项礼物，甲你鼓励者，这个礼物哦，你绝对会介意的哦。咁真实？嗯。想想对对，会记得你，相逢有缘对阮两人的祝福。
情花蕊，满面春风的娘。